好吃。卤肉饭也想吃。哦，所以你们都还没被带。哦，芒果冰，芒果冰。我可不可以想要喝杨枝甘露？可以可以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三天应该都喝得到。大家好，我是暖晴。现在我呢已经到了我们的桃园棒球场，下半季第一个主场球赛开跑，也休息了两周左右。今天呢迎来了下半季第一个主题趴，那就是日本趴。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乐天集团日，明后两天呢是 Yokoso 趴主题日。日本趴呢也是很多球迷相当喜欢的主题趴哦，我也非常非常喜欢，因为它跟韩国趴一样，都会邀请日本的啦啦队一起站上我们的桃园棒球场应援。这一次呢是邀请东北乐天金鹫啦啦队来我们的桃园球场。其实啊，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个日本趴了哦，早在2017年的时候，桃园队就已经有 Yokoso 日本趴了，而且呢我们也是第一个有这种异国风主题趴的球队。刚刚有说到呢，这一次是邀请日本东北乐天金鹫啦啦队来桃园应援。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，哎，那日本乐天跟韩国乐天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们两家是同一家吗？来，我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。日本乐天跟韩国乐天是不同家的哦，他们只是中文翻译是一样，叫乐天而已。韩国乐天的罗马拼音是 Lotte， 那日本乐天的罗马拼音是 Rakuten。只是我们的汉字中文都一样，统一叫乐天，所以这两家是完全不同家的哦，它只是中文汉字都一样而已。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们，之后再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等一下的时间呢，我就要带着我们乐天女孩一起去练舞了。今天的开场很特别哦，今天的开场是乐天女孩以及日本啦啦队这边要一起进行开场。我们今天1到3局的局间也会有特别的舞蹈送给大家，中场呢乐天女孩也会带来中场舞蹈，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好，不多说，我们先练舞咯，走。你的学妹子轩要去练舞了，她说她礼拜一没来练舞，现在很紧张。走啦，不紧张，走排练结束了，等一下呢就等球赛开始。那等一下开场呢，乐天女孩也会换一身很不一样的服装来迎接今天的乐天集团日哦。上面有人看我们，好可爱，真的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超级可爱。我们今天穿了超可爱的学生服，我的模型，好像是吗？什么？我的是吧，小青的，原来是哥，你看。
天气说真的，一直刚来的时候很担忧，有点在飘雨。我觉得不会啦，对，看起来还好。对对，现在只是乌云比较多，但我相信今天的比赛是会顺利打完。希望要赢球，没错，下半季第一场主题趴就给他赢下来，加油加油！祝你吉娃，哦那么诶。设计过，然后这边旁边有那个腰带的部分，哇，哦，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爱，我们真可爱，他们也想要我们的。我们现在两方都觉得对方的比较可爱，然后我们都很可爱，可爱，みんな可愛いです，みんな可愛い，こんにちは，你好，スカー Suzuka。我们现在两边换边，不止乐天女孩换边，然后连我们的日本拉拉队都换边了，干杯的呢！干杯！阿醉阿醉！台湾太热了，对他们来说。哦，然后现在又有点下雨，哦，待住不待住？待住不待住？芒果冰，芒果冰，羊子甘露，我
他们想要喝杨枝甘露，可以可以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三店应该都喝得到。真的没行，真的好喝好喝。那你们想吃吃看臭豆腐吗？什么？晒豆腐。臭豆腐，前に来た時に食べました。匂いは臭豆腐。でもで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炸的跟那个卤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看来他们这边想吃的也很多，没关系，这三天就给他吃起来。宝贵的经验，他们觉得非常开心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